惊喜是秀秀什么秀要出来哈、哦？对、啊，所以惊喜是谁呢？嗨，思思姐姐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是 Surprise Online， 主播老师好，我也是，想念我吗？今天可以跟你们搭档，很开心。外送平台欢庆四周年，代言人之一的伍佰现场岳阳连线搭档林志玲，送上祝福之余，也关心脚伤，更准备了一个惊喜的礼物。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当然准备了一个大惊喜啊，是要给到你们。好的，那就来看看我的这个 Uber Eats 的这个快送，它是不是快到了？它应该是快到了。零点的惊喜 ，Uber Eats 已送达。哇，请问是哪一位外送员来执行志玲姐姐？代言人的萧敬腾先生与伍佰和林志玲难得同框合体，这时脑海里应该会出现一句有声音的句子。今晚我想来点，已经变成大家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用语。就走到哪，大家都看到我就是今晚我想来点，我想点麻辣烫。麻辣烫，还有一家非常好吃，是，对，也在乌龟寺里面点得到，然后还有铁板系列，是，铁板面，铁板烧，铁板系列的，就是各位点，是，都是满评价。面类，我有爱吃面，饭也有，什么都可以点，会不会因为上面很多东西，吃更多宵夜？超多的，几乎每天都吃，没在忌口。我还好，因为自己有运动嘛，然后。我其实白天不太吃东西。下雨天的时候你会比较挣扎，不太敢叫。叫。对，该叫就叫。不会担心说外送员的那个安慰。希望大家平安。依赖外送服务，却也不忘关心外送员安危的萧敬腾，也稍稍透露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。因为其实我今年本来想做专辑，然后。就但是后面就会有一些作品出来，我不太喜欢做专辑，就喜欢就是有作品就发，有作品就做，然后把它做了极致一点。那做专辑就会很多的东西要顾虑，对，然后每一首歌也不见得大家听得到，对，我的想法。最近好像今年年底的跨年，台中的部分有感受到报复性的工作量。报复性没有，我一直都有工作，还蛮充实的。对，然后跨年我其实我不太清楚要问公司。究竟跨年夜萧敬腾会在哪里和大家同欢共度，以及何时会有新的音乐作品，就请粉丝再等等喽。环球乐超雪采访报道。